杨紫凭借一部《沉香如屑》，肯定又会圈粉无数。小编一直特别喜欢这位女演员，她在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中扮演的锦觅，还有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中扮演的白夭夭是小编最喜欢的角色。这一次在《沉香如屑》中扮演颜淡，又是一个古灵精怪。 活泼可爱的形象，关键是到了剧情后期，又是一个为爱舍弃自我的角色，让人为她难过、伤心、意难平。杨紫排名第一，也是实至名归。杨幂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一直是真实、自然的，所以有很多网友喜欢她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赵丽颖在电视剧《幸福到万家》中扮演的和幸福与以往的角色都不同，所以也给观众带来了惊喜。 暑期档最受关注女艺人杨紫、杨幂、赵丽颖、迪丽热巴等10人入选，虞书欣和刘亦菲也都有不错的角色奉献给大家。小编知道也会有很多人喜欢他们，小编也是如此。你们可以把喜欢的女艺人的名字写在评论区。